还有这个蛤蜊，真的好看，就是憨比较多。我这个空的，只有脉络。我也是，哦，身上有一个。放一个龙。真是来一对龙，你看，还放得紧紧的。啊，今天习惯了。这一排过来，没有一个龙。那边还给哪几个？那个，青蟹的苗出来了，青蟹的苗出来了。宝宝出来了，再吸一下看。这宝宝出来了啊！这里哦，你看，下面有一个黑点，那就是苗。看去这小不点大，以后就这么大。这是重点保护对象。这下总算有了，巨眼螺、脉螺，就一个海里螺还是有，行了，有一个就算，今天就算好了。这笑话，这是空的。这个小的，它更快，觉得它更快。今天的全部收获都在这里了，螺、蛤蜊、雪憨，这个煎蛋，两个蛋就煎这么多，你看会不会黄？好看，准备吃饭了。